Lucifer，他让我晚安，你们晚安。又安，晚安。Hello，雅虎机。召唤语效，我来放中二病好了。この番組は、好大声呢！又安晚安。Hello，小丽有一层推。今天姐姐不在家，她又不在家。Hello，Ken 晚安。平平你好。谢谢雅虎机的爱心。四川晚安，你奶奶喜不喜欢？对啊，今天有一点临时开的，就是因为这礼拜的那个课题就是要写信嘛，然后我今天就下午还在弄，我怕弄不完，然后后来算了一下时间，应该来得及，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晚上来开一下。而且姐姐不在家，我好无聊。小易晚安哟，小 M 晚安，谢谢石川送的雪宝宝，还有小丽有一层推送的雪宝宝，谢谢。才刚开就事故，咪晚安，谢谢 Prince No Peace。的雪宝宝有没有念错呀？零一来了，零一好准时哦。姐姐又出去玩了，她而且她好像要到礼拜六、礼拜五晚上才回来。然后我最近都没有工作，而且下礼拜就回去澳门。下礼拜就开学，所以就要回去了。然后六日礼拜天还要再打最后一天的工，没有被 fire 啦，就是店里只有假日比较忙，就是假日比较忙的时候我才去帮忙，然后平常的话就不去。PG One。你们也喜欢 PG One 吗？我超喜欢，就是我听的那个中文歌最多的应该就是 Hip Hop。守空你最后的大魔王，守空你最后的大魔王，守空你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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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都流行毛衣，有吗？因为很冷啊。这个是我又偷穿姐姐的衣服，姐姐应该去玩了，应该不会偷看到。因为姐姐不在家，然后我下礼拜就回去澳门了嘛，然后就想说要把握这礼拜最后几天穿偷穿姐姐衣服的时机，赶快穿姐姐的衣服。老舍，我听超多老舍，我可以唱。你们如果想听的话，我可以唱。不过我觉得我声音不太适合。今天没有在练这首，只是弄
录动态的时候就不知道要配什么音乐，然后配了之后觉得眼睛这样子再回来的那个频率跟中二病前面有一点像，所以就配了那首歌，觉得很搭、啊。我也很喜欢 Bridge 的老大，你们有听过那首歌吗？超可爱的哟。Hello 嘉义王，露肩，哎、欸，我好像第一次穿露肩，因为。有看到什么吗？应该没有。第一次穿，就偷穿姐姐的衣服。我怕我唱了大家都跑光了，想说这是什么奇怪的台。Jake 安安，大人啊，本来就是大人啊，20岁就成年了嘛。姐姐不在哦，姐姐她礼拜五才回来。他又出去玩了，可是他说他礼拜六要带我去玩，我明天也会去玩了，因为有日本的朋友来台北，所以带他去玩一下。我之前都是星期三加开，因为明天要出去玩，所以就今天先开了，所以很突然。谢谢石川送的雪宝宝。Hello 品云，谢谢哦，谢谢米酒送的雪宝宝。同音吻节是童年，对啊，吻节真的是童年哎，超可爱的。姐姐都喜欢丢我一个人在家，姐姐是很会享乐的人，然后我的话就是。基本上都在家里，然后没事就练练琴这样子。Hello 子萱，啊、哦，谢谢 TP 帮抢送的雪宝宝。我没有，就其实今天下午在录那个课题嘛，然后结果我录了之后，就念那个信，然后录就真的。自己边念就边忍不住哭了，因为觉得就还是一路上就是哎，那个信写的真的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写出来，然后我第一次这样念录，然后就哭了，对啊，然后后来就自己再重播看一下自己录的有没有问题，然后就看了第一次又哭了，然后想说。有这么感人吗？然后我又再看了第二次，还是哭了。子萱，你也是吗？我自己看了三次，然后三次都哭，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能再看这个影片了。就是我只录了一次，然后我本来想说，可能表达的不太好，还有念错，然后想说要不要再录一次？但是我觉得，好像第一次直接录是最有那个感情，所以就后来就没有重录，就想说用这个。写信哭哭是 AKB 定番，因为平常我没有这样子把信念出来过啊，对啊，然后后来就课题拍完，本来想要多拍几次的，然后后来觉得第一次的好像最好，然后就还有时间，想说那今天就把握最后播的时间开一下直播，然后就赶快录一个动态，想要跟大家说我今天要开，然后。哎，结果真的吗？真的看得出来有泪眼汪汪吗？这真的是刚哭过来，大家好厉害，马上就被发现。偷开台。没有偷开啦，都要下午3点前先讲。哦，谢谢李梦的雪宝宝，我是不是又念得太慢？啊，谢谢品云送的雪花，我一直都很顾家，因为我没事就喜欢在家。对了，你们今天看到晴了吗？就，因为我觉得，就最近。
可能比较投票时间长了，大家比较没有那个动力坚持每天投票，然后就觉得票数最近都就总体的票数其实都变少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久没弹贝斯，大家都忘记我是贝斯手了，所以还是要弹一下。对啊，不是渐渐美啊，下礼拜就回澳门了，下礼拜就让你们看美乃滋跟渐渐美合体。谢芒果送的雪宝宝。真不可爱你，我吃的。哎，可能我真的是一个就是心里在想什么完全会表现在脸上的人。比米娜送的杯子，嘉义玩真的很好笑。但是我，我想知道我之前应该没有弹过 One OK Rock 的歌吧？因为有一点失忆，想说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弹过。阿波里奈尔晚安，我念你的名字越来越顺了呢。夜时穿上雪宝宝，很不会说谎的脸，真的，真的，我从以前就很不会说谎，而且我还很容易被吓到。小丽有一神车也忘记了，那我就再弹一次，应该没有弹过吧？我刚才练的时候觉得有点生疏，应该是没有弹。今天的那个相机怎么回事？怎么一直晃？对不起大家，是不是有一点歪嘞？感觉有一点，说谎时会自己笑出来。有吗？大家，我今年21岁，是说谎的脸吗？因为这个脚架是我之前的坏掉，我新买一个，然后有不太知道怎么用，它晃到很容易掉。不会说谎等于容易被骗，好像真的是想到我上次被诈骗，就觉得很。哎，真的很笨，而且还是被那种最简单的诈骗骗。而且后来那件事情就是被不知道，好像就不知道我怎么传到教官那里，然后那时候那个教官还说，他说你几年级？然后我说我是最高的那个年级。他说都已经从一年级都宣导到现在，你还被骗。就很笨，唉，像17岁少女的年纪。你好，嘟嘟嘟，我好想唱老大哦。对不起，大家对不起，等一下。等一下，我把它固定一下。ごめんなさい，好像现在角度有点不太对。等一下哦，啊，要怎么？但它没有办法再，它没有办法再调了呀。怎么今天一直事故？但现在整个镜头都很上去耶，就我不知道怎么调它好。怎么办？怎么办？我哪有说谎？今天怎么搞的？哦，hold on，你们有看中国有嘻哈吗？我今天啊，刚刚的距离太近了吧？刚刚的距离太近了吧？我感觉我快要贴在那个荧幕上了。对不起，等一下。啊，谢谢小丽又一整台送的应援票，可是我现在还没有调好。啊，怎么会这样？
新年第一开就出意外是怎么回事？有稳一点啊。困惑也啊，好烦啊！姐姐不在家，她不能帮我调啊。姐姐在就好了。橡皮喇叭。怎么办？我顶住。很糟糕，很糟糕。刚刚，等一下，我天哪！现在是已经，我已经瞧了他十分钟有了吗？小青，小青救我！小青要怎么救我？我的那个脚架一直滑掉了，那小琴好像也救不到我。桥镜头桥要结束，大家都要跑了，因为我不想要迟到呀。好像这样好一点，好像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可是好近哦。对，好近哦，变得好近哦。用胶带粘住。对啊，好近，好近哦。我的头只剩一半，半边脸。方便脸感觉脸比较小嘛，谢教主施魔法给我啊！我知道了，要唱什么歌？我今天想要唱。对了，你们跨年有没有看红白？等一下，等一下，我把镜头弄高一点。我有稍微看一点，然后再稍微转一下看一下台湾的那个，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好像看一看有点，我觉得我跟台湾的脱离的有一点久。Hello 新会。怎么准备？我到底在干嘛？固定不住耶！我今天要唱仓木麻衣的歌，要在他头上长东西。没有，我没有。好，就这样。我知道了。我好像这样。你看我跪着是不是好一点？我跪着的话，就它本来高度是这样，然后我如果跪着的话就刚好。这首歌是什么？等一下。跑到哪里了？快回家！对，哪一个距离比较好？这样。
我的是这样吧，你们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状态？我是跪着的，因为跪着状它那个好像比较好，有点歪。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哎呀，今天灯不知道啊，有点歪。很像在拍照，但是我这镜头它不能再往下了耶，对不起，要怎么弄才好？我觉得啊，等一下，是学生哟，我是学生呀。这样呢？还是歪的吗？垫在椅子上。那我现在这个脚架是放在桌上。这样还有歪吗？小丽有女生在那边乱讲，谁小高一啊？你是小高一吗？有吗？还有歪吗？我已经巧到不知道怎样是正的了，就这样了吧。今天角度很奇怪啊，我觉得上次星期六的时候影像歪的，我觉得上礼拜六的那个很惨欸，上礼拜六直播的时候是就没有脚架，然后是下往上，然后看我回去看重播，我觉得超胖的。可是那时候还是硬播完。嗯。还歪吗？我觉得好像好一点欸。有吗？无死角，因为整个都是圆的，各个角度看都是圆的。教主说我超级瘦，教主是听那个嘉义王讲的吧？因为嘉义王说我比贝斯轻。哎，我觉得今天应该没有歪了吧？啊，今天要唱什么呢？我一直放 hip hop， 你们会不会以为我要唱 hip hop？ 结果我没有要唱 hip hop。先唱。我知道要唱什么了，唱大冢爱的《水母流星》。Fasto Labito， 好啊，我查一下哟。因为上次水母的歌只唱了一首，然后我因为我有说大冢爱的那一首《水母流星》不好唱，所以我今天有练了，真的很难唱，他那个高音简直是逼死人。我先查一下刚刚那首《发丝托拉》。董事长安安，在唱水母的歌。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咪娜这么美？心会好可爱，心像姨吗？可以啊，但是我没有练，但是我有练，是不是叫 Daisuki Dayo？ 也是大冢爱的歌，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大冢爱。哦，谢谢伊探送的芒果神推，还有谢谢朱莉恩的雪宝宝。我现在不敢一直这样滑荧幕欸，我好怕他。
滑了他等一下又事故。他们不是说仓木麻衣？好啦，那先唱仓木麻衣啦。新会今天大暴乳，新会刚播完是吗？唱你是我的眼，我不太适合吧。我觉得毕了业。你们好坏哦，一起打球，我当球，好可怜。今天新会露胸露腿，真的哦？那你们不是最爱看的吗？但是我不好意思，我这台不能，这台不没有办法露胸露腿哦。金鱼花火，下礼拜六唱金鱼花火，因为要我没有练过那首，等一下给我写一下。好了，那唱先，我好喜欢这首歌哦，是 PG1 的那个《Hemi Everyday》HME， 水母主曲。但是刚刚好像说要先唱仓木麻衣的歌，我想要唱仓木麻衣的，就是应该是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吧。而且我们现在要。Be strong. 等一下，我找一下歌词。好。啊，有点小声呢。これ以上はこの涙を最後にしようって決めたから I'm here to say goodbye君がくれた言葉胸の中に今もずっと響いてるよ消えないままもっと強く強く言えると思ってたのにこんなにも弱かった自分がいるなんて君のことは忘れたから I can be more strong 一人でも自分に嘘ついてまで君といたくないから君に I say goodbye 昨日はもう振り向かない I know I gotta go谢谢芒果镇的雪花。不忘了快呀呀呀，君のせいで，もう抱きたくないや。この胸に今強がってても笑顔でいよう。って決めたから、I need to say goodbye。この夜が明けたなら一人また歩き出そう胸の中
的月子有你，那里的拉一引动你，一直打的我的心都洒，打雷你莫无法来运用，君の言葉忘れたかな。I can be more strong 一人でも自分に嘘ついてまで君と痛くないから君に I say goodbye 昨日はもう振り向かない I know I gotta go go 負けないで歩いてく strong好像唱的歌比较多都是柯南的歌，但是我很喜欢这首，应该是我一开始听这首歌就喜欢上他的声音，以前很每天都会想要唱一次这首歌。咦，小青，谢谢 Ken 的应援票，谢谢阿华的雪宝宝，谢谢硕熙的应援票。谢谢叶兰的应援票。嘿，哦，谢谢伊卡送的水晶球，这个角度还 OK 吧？还是有点歪。哦，谢谢小丽游戏神车的应援票，谢谢。应援票，哎，是芒果色很搭，自己讲。因为今天下午哭哭的，所以要唱听起来会 be strong 的歌。还有一首是，咦？哦，谢谢伊粉送的伊粉送的应援票。等一下，唱完《水母流星》会不会哭？还是《水母流星》最后唱啊？因为那首歌是有一点又滑掉了，按爱心很容易滑掉。我也觉得，那《水母流星》最后要结束再唱好不好？因为那首确实是有一点感动。现在先唱一点励志的歌好了。哎，你们喜欢？你们要不要点心？加奈算是我以前吧，以前有一段时间非常迷他的歌，所以他的歌应该我都会唱，应该吧？你们可以点 Number One， 好，结束了分离更不舍，没有啊，但是礼拜六再见。送学好不好也滑掉，到底有多容易滑掉 ？Fast so rapido， 我没有练过这首歌哎，礼拜六再唱。好啊，那唱 Number One 吧。嗯？糟糕，这首歌怎么？怎么会在今天开播呀？因为我觉得最近票数有点少，然后就只要有空，就刚好今天没打工，就想说来开播一下，来拉个票。
大家要记得上 TPE48 的官网，投给五号的 Mina， 因为他最近票比较少，对。然后比赛还有两个礼拜而已。喜欢你的理由，喜欢你的理由也是西野加奈的歌吗？够急了。教主星期五开播啊、哦！小迪，晚安 ，Hello， 小迪，你好啊，小迪，小迪超可爱，小迪跟我告白，真的吗？小迪晚安，小迪。你好得意啊，我超喜欢你。小迪星期四应该会开播吧。小迪好可爱耶，教主都抱过小迪了还说不行，我都没有见过小迪。成为教徒第一步就是到处告白。糟糕，小迪已经变成教徒了吗？跟教主见第一次面就变成教徒了。快点，我在等小迪跟我告白。等小迪跟我告白，我就来唱 Number One。从教徒出发就没问题了。小婷都在乱教，你不要把我们家小迪教坏。小迪是我的，小迪变滴滴了。小迪被抱过后彻底沦陷，就说水母米娜不会游泳，你们还一直叫我游过去找小迪。啊！小迪要说什么 ？Doki Doki， 啊！哇！小迪，大家，小迪说，小迪是 Mina 推，哇！小迪，我爱你。小晴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告白了啊！水母飘过去找小迪，因为不会游泳，只好用飘的。小迪，我终于来，好想见小迪一面。很开心，小迪超可爱的，会被小迪告白很开心耶。我哪有在抖动啊？我觉得我今天好幸福。嗯，没关系，一定见得到小迪的，只是早晚的问题。水母抖动，太开心了啊！好开心啊！有空随便约小迪，小迪才没有那么好约嘞。小迪好可爱啊！没有小迪，我在台湾等你。虽然我下礼拜就回澳门了。嗯，等小迪来台湾的时候。我要找小迪一起玩，谢谢小迪送我仙宝宝。小迪饿了，我今天晚餐吃羊肉炉，很补吧？
昨天晚餐也是羊肉炉，因为昨天没有吃完，所以今天又吃了一样的。谢谢小迪，教主难过，教主最喜欢的雪宝宝。小迪太可爱了。羊肉水母，现在有羊骚味吗？以后成为 TP 就可以常常一起玩啦。啊，压力好大哦，不知道能不能选上。至少选，就是至少公布结果之前，你想要见小迪一面。雪宝宝也是你朋友。教主来跟小迪来反应差很多，有吗？可是小迪跟我告白耶，开心。小迪是没有随便乱告白的，可是小晴是很常告白的。请问有水母叫吗？小迪好可爱，水母叫，水母叫听起来怪怪的，应该要想一个酷炫一点的名字。教主的告白不值钱啊，告白水母叫，不要，干嘛硬要关上告白？那有水母病毒。水母病毒，水母是有病毒的吗？有，还有什么？还有水母流星。是小迪哥哥拿了小迪的电话玩吗？所以开始告白吗？难道真的是小迪哥哥吗？糟糕，可是姐姐今天不在耶，如果是的话姐姐一定很开心。其实小迪哥哥在跟姐姐告白。中毒会变水母妹妹，所以我已经中毒了嘛。本来是水母姐姐，好险姐姐不在，哎，姐姐她出去玩了，哥哥在看电视。姐姐很喜欢小迪哥哥的声音耶，很温柔。去握水母的手会被电到的，会水母触手。该不会是姐姐因为已经在小迪哥旁边，难怪这么会聊。原来姐姐说她要礼拜五回来，原来是去了香港啊。进度这么快，姐姐动作好快，难道是真的对他照顾，还是给你做的好处？不想再一一跟你告诉这游戏宝不错的道路，原来他带着最后也能到的风。我是不是很跳痛啊？因为我感觉有点安静，然后我一放音乐我就想跟着唱，那小小声一点好了。终极这部电影，快放手，爸爸不是我不服气的大狗。我好像不适合唱这个词哎。对耶，怎么刚好放了这首？不行，那先停，先停。这首不可以放 Hate Me Every Day， Love Me Every Day。 那哪一首歌充满爱呢？哪一首充满爱啊？应该只有 Number One 是不是比较充满爱？啊，唱了多年龄又下降了吗？怎么会？那么帅耶！这时候适合中二病，我也觉得。那我我今天流程很奇妙，我觉得我的流程一直都没有什么流程啊。
有点混乱。那我来唱中二病好了。啊，中二病在。我唱一小段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唱太久你们都会跑光，唱的年龄又变小。今天好跳痛，我就说我是 AB 型的，就很那个啊，精神分裂，就有时候会跳来跳去的。要去 Mina 的握手会，干嘛？小迪以后一定是坐在我旁边的。我们就坐在旁边，然后互握手就好了，还可以抱抱哎、欸！不要去参加什么唱饶舌，代表心情不错嘛。本来就很喜欢饶舌啊，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嗨而已，没有音乐有点安静，可能姐姐不在家吧。要去膜拜教主和皇后，皇后水母。自己讲，膜拜教主，哇！小晴送了5000个爱心，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大概就只能按到500个耶，一般都是100跟500，5000很难按耶。教主一言不发，只顾没有，因为他刚刚可能顾着按爱心。握了教主就是握了全世界，我觉得超厉害的，狂戳荧幕中。间接握手，触手，我触手哪有很多，只有2只而已。加水母女孩头上有6只，那我就有8只了耶。有吗？你们有觉得我今天心情很好吗？应该是因为被小迪告白的关系，本来下午还在哭哭的，然后结果。告白一下就很开心，嗯，手一直放在手机上就有5000爱心了，真的吗？放半小时吗？我之前有试过，但是那样一颗爱心都送不出去。八爪章鱼，真的是八爪章鱼耶！头上6个加我2只变成章鱼。小迪散播欢乐，散播爱。对呀、啊，只要有小晴，我就很不小晴。小迪，对不起，小迪，对不起，小迪，对不起，我是说小迪，我是说小迪，怎么我错乱了？啊！我大家对不起我，我的脚跪到麻掉了。等一下，因为这个高度，但是我不跪的话就会变很低耶。小心哭哭，我是要说小迪，我是要说小迪啦，讲错了。不行啊，我这样又太低了，我一定要跪着。那我跪着脚好酸哦，不是脚好麻。你看我直播那么诚恳，我直播那么诚恳，都跪着跟你们讲话。教主心碎一地。没有，我也很喜欢小晴，我也很喜欢小晴。可是小迪很难得告白，所以我今天太兴奋了，啊，好开心。教主是气到流鼻血吗？啊，谢谢瑞奇送我雪宝宝。小晴和小迪的 Mina， 小迪的 Mina，Mina 已经变成小迪了吗？小迪的了吗？可以拿一支触碰笔放在手机上，或是放杏鲍菇？为什么放杏鲍菇啊？我怎么会随时有杏鲍菇？也很喜欢，我最喜欢小迪。小迪真的是我从第一周看大家的大头的时候就很喜欢了。教主要争夺小
对嘛，教主你都已经有力气了，你还要跟我抢小弟？谁说杏鲍菇可以代替醋碰鼻的？林一他来督促教主了，他说教主你不可以再服气。正宫来了呀！变八点档，那我是不是应该放一下台语歌还是什么？我今天一直放中二病，林一一直都在放这教主，但是教主还是一直追求，没有放弃嘛，对吧？我也觉得很难懂哦，我觉得教主太难懂了，还是我跟小迪就是比较简单的关系，教主太复杂了。我现在才唱了一首歌，已经快要9点了。好，我应该要再唱一首歌才是。教主很有毅力。教主还在吗？教主还在吗？记得之前教主他唱了我的闹钟铃声，你们知道我的闹钟铃声是什么歌吗？就是那个小野惠令奈的那个诶嘞，pion，就是那王牌大律师的那个主题曲啊，我超喜欢那套日剧的，安安空空0526。对，教主在，那我唱这首吧，我也很喜欢这首耶。先喝一下水，我怕我唱不好。リコハイ、以上です。啊，要唱完再讲。今の僕には未来に期待なんてしない。希望の光も見当たらないや。そんなへりくずばかり並べたところで何も変わらない日々に、さよならまで送ろう。止まった時計が動き出した。もし一つ願いが叶うのならば、歩き出すその先に君の声が溢れてんだ。雨上がりこの空に夢の道がかかるよ。どんな試練あろうでも敵は味方なんだろう。君も一緒に目指そうよ。これが僕の手と手つなげた曇り空晴れは枯れた花も顔を開けるのだろう。誰もが予想もできないような新しいストーリー今作り出すよ。夢をぎゅっと抱きしめて次の世界作るんだ。コンパスはないけれど答えなんかいらない。僕だけの未来地図君も連れてってあげる。泣き顔をポケットばしてあの道を飛び越えよう。
的有一点乱，不好意思。いつかの僕に出会ったなら、涙拭いて笑ってみせてよ。Oh yeah。歩き出すその先に君の声が溢れてんだ。雨上がりこの空に夢の道がかかるよ。僕だけの未来地図、君も連れてってあげる。泣き顔を蹴飛ばして今ここで抱きしめてよ。これが僕の歩む道だから、あの道を飛び越えよう。海的18万个爱心，18万个是怎么按的？好厉害！今天好难抓我的节奏，因为教主跟小迪来，他们一来我一兴奋就扭动了，抖动。谢谢猕猴猴，谢谢小野庄的雪宝宝。今天是不是很跳痛啊？没有，我只是突然想要唱 hip hop 而已。谢谢 Kensey 的烂泥星星。哦，还有谢谢李梦的许愿品，谢谢芒果的雪宝宝。对，大家要记得。看到小丽有一神推的留言才想，大家要记得上 TP4TA 的官网帮我投票。我最近真的是被那个票数激到有一点受不了了。我上次打工的时候，我还跟客人拉票欸，但是我是跟日本的客人拉票，就是因为他们是观光客嘛，他们来了就回去了，就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客人，我就不敢随便叫他们帮我投票。哦，谢谢伊卡中的马过神推。我是不是很有诚意？我是跪着在鞠躬的。哦，为什么一直？等一下，好羡慕日本！哎，我打工的店里真的很多日本人哎，就尤其是假日的时候哦。假日为什么叫我去帮忙？其实就是因为假日的时候，我们整间店几乎都是做日本人的生意啊。我知道为什么今天脚架那么滑了，就我刚刚摸到桌上好像有一点油，所以它一直滑掉。难怪现在第十名，但是跟第十一名没有差很多票，我不想要名次掉下去，所以希望大家，因为票数离得真的很近，所以希望大家要记得帮我投票。日语进步成熟，跟客人练习日文吗？对啊，不然寒假都没有练习到日文。等一下，这样不行，还是要跪着。谢谢猕猴猴。但是我为什么？我也不是随便，就是刚好有机会才，不然打工的时候一直在那边推销，老板娘也会生气吧。水母牛顿舞，林一也在
天来唱什么？孙木流星要留最后唱，下次去你也要装日本人，真的吗？那你要讲都讲日文。其实我为什么那天会拉票，是因为我，就那几个日本人，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说要找我拍照，然后我就想说要拍照可以，可是要帮我投票才可以拍照，然后所以才跟他们拉票的，是不是很就一个顺便的概念嘛？如果没有找我拍照，我就不会叫他投票啦，对不对？还是要互相的。但是我只拉了两票而已啦，我只拉了两票而已，不是搭讪，他们只是观光客。他们一定以为你是 idol， 没有啊，我跟他们说我是在甄选中。我觉得很顺便啦。哦，谢谢迷旧送的雪花。就那一天多了14票而已啊，可是后来，对不起，因为可是跨年好像，跨年还是比较少人投票吧，那一天票数也没有很多。谢谢杨兄那些宝宝。好，那我来唱那这为什么一直滑啊？我来唱 Number One， 就是刚刚那个西野加奈的歌。等一下啊！我快疯了，今天是怎样啊？为什么？因为一直固定不好。跨年那天看红白就忘记投了，你看就是你，难怪最近票少了那么多，原来就是你，瞳孔放大的水母，有吗？有放大吗？每天真的有时候会忘记投，所以等一下看完直播就赶快去投票呀，票很少啊。我自己也是过12点就投的，其实，因为我也怕我自己会忘记，还有卡提诺那个什么。换什么黄金票那个我都不太会用欸，他反正我都是投免费票，常常忘记投加一。不行，以后过12点就要先投给 Mina。 不行，大家要看完我的直播才去投票啊。跨年倒数完就先投票，真的吗？谢谢何景喵喵。我只知道黄金票可以从什么，它有一个什么专题任务是看文章，滑到最下面就可以有100苦劳之内就可以拿到黄金票。可是好像不是每天都有那个文章，因为有时候点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什么一篇文章只能领一次啊。所以好像不能每天。解任务是不是就要回复的那种？看文章那个好像不能每天。
黄金票都给教主了。Hello， 伟林，看文章留言，嗯，但是要每天这样子也很难耶。嗯，哦，彩杰来了 ，Hello， 彩杰，点他们的小编看旧文章也会有苦劳值，哦，原来是这样吗？来，有空研究一下。哦，好厉害哦，你们好厉害。网络不好，嗯，好，我那我啊，你们都比我清楚怎么换苦拉子哎，什么什么一万，那先唱 Number One 吧。恋爱使用说明我没有练过，我练一下星期六唱吧。是有外国的朋友吗 ？English, Obit, Hello。一万星，拜拜。啊！啊！糟糕，这个只有等一下哟，等一下哟。我要唱谢佳奈的 Number One， 刚刚有人先点了。等一下哦 ，TT Twice 的 TT 吗？那首歌好像有日文版，哎，不好，那我下次练吧，我下次练 TT 的日文版。可以，教主的英文字幕不可行，我没有注意看他的英文字幕。教主在讲什么啦？平常有跳日文版 TT 哦。但是我不太会跳舞欸，我不太会跳舞。可以练2060吗？啊，等一下哦 ，Mascarado 的 Jenkinson， 好。